就让你学习一下。好，可以，我陪你到底。好。好，你这样子我陪你到底。行。你打了我，我跟你说。可以，没问题，你去告我打你，我还要靠你呢，我告诉你，我还关你，我告诉你。我们就过一个马路，你就这样强行带我们来去派出所？没错。中国法律不公平是吧？再改一改。你就看我们两个小妹妹，其他人都。我可以长得漂亮，没错的。你说话这种语气多霸道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你怎么在执法？我不是老师。你很漂亮是吧？执法之前，我没有说我们漂亮。那不就？我告诉你，警察盘查我在执行公务，我在执法，我不在服务。这第一个，我告诉你。第二个，我现在觉得你可疑，你必须配合。第三个，别那么啰嗦。我就说了一句我没带身份证，你就说一大堆过来了。是我这里有全程录像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说一大堆过来，我已经表明了身份，在盘查。表明了身份，你能不能顶光正啊？现在唱的警服的人多去了。你不懂法律，你就不要在这。我们是不懂，我们没读书。我怀疑你是个男人，你他妈的跟我上你的女厕所干什么？你要不脱开给我看一下？我刚刚上女厕所了吗？脑子有病？我不是警察，我怀疑我是假的。假的你也先配合，我们刚刚应该真的是不应该出门。对了，你不要出门也没事。对，不要出门。等下还把你关起来，我跟你讲。以后你走在路上也不要出门。我说你以为是个女孩子就可以不遵守法律了？我们哪里？我们刚刚违法了哪一条啊？你说你们违法了法律的哪一条？妨碍公务。哎，我妨碍哪不了啦？你也可以排查，我也可以拒绝。找律师去，找律师嘛！我看你们车兜着走。不用撑多久，我可以关你24小时。你关吗？关吗？关完再说。我有时间配合你。可以的，好的。关完了，我看你怎么说。没有什么怎么说的，关完你哪里该滚就滚去哪里。我现在调查你，因为你没有带身份证，又不接受调查，而且呢还在那里。现在警察哪里说了要找出来带身份证啊？对不起。你们要执行的时候没执行。对不起。所以我要带你，烦死你！不要跟你说，不要跟我说，没问题。你不要一直开车，到了派出所你还得跟我说。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你还必须要做口供。我告诉你，你先别说了，杨青，你先别说了，哪能浪费口水？好啊，你们不懂法律，我就教教你们，让你们长长见识。你教你女儿，你去把你那些跟艾滋病、跟小偷、跟那强盗关在一起去，我让你慢慢去享受。我告诉你，你看着吧，随便你，随便你啊。梁倩，你先别说话了。你以为我是你什么人？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就是警察。我谁让你什么关系？我谁让你跟你什么关系？你就必须配合我，你就记住这一条。今天是你自己犯贱。你不要跟我说话，不要跟我说话，不要跟我说话。进来里面你还得说。你不要跟我唠叨，打电话。进来里面还得说。你不要跟我唠叨，梁倩，你先别说话了。这怎么真是？真是，哼，真是啊！你还不知道中国法律是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懂，没读书。不懂没问题，不懂我教教你。你不要说话了，行不行、啊？不行，梁姐，你先别说话了，你让他一个人说。现在就是在对你进行盘查。他录一面录嘛？录没问题，给他录。可以录啊，我这也全程监控啊。怎么样？没事，不用说那么多废话。因为你在后面打的电视台去什么都打，我跟你说都打。梁姐，你先别说话了。你刚刚就应该录下来了。拍摄，这是他打的，都红了。红了，警察抓你还给你搞白他呀？我没有理由被你们抓。理由不是你说的。先别说话了，梁晨，你等一下听我的。听你的啊？你得听我的，现在。先是听你的吗？我现在是听你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都不要说话啊。